一套床木工的组装不用15分钟，走出这个门，本人概不负责。最近我们同行给我说了，有一个大神做生意非常的牛掰，有2点。第一，现在可以说整个市场是门可罗雀，但是他的生意好到门口2台大车等着装货。第二神，一套床木工的组装不用15分钟，您想想什么概念？让我这个做了这么多年家具的人都目瞪口呆，整个就是像做模具一样的，把所有的构件放在一个气动的模具里面，然后整个气动一压，当把气一停，整个模具一撤开，然后就是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。整个大床不用15分钟，然后呢就可以装车了，浇水根本不用等它干。但是，哎，这个同行描述的眉飞色舞，但是停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：“老板说你想好再装车哦，走出这个门，本人概不负责。”哎，您想想，您仔细想想这里面的深意。